卫向神倾吐心声，对于自己的罪，他向神完全诚实坦然。他接受了神的惩罚，但他恳求神不要在愤怒中管教他。即使我们充满愤怒或失望，我们也可以对神完全诚实坦然。不要在愤怒中犯罪，而要相信我们全能的神。我们不必成为恶劣环境中的受害者，也不必为我们的罪孽所压倒。当你对神诚实时，神会帮助你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和他的怜悯上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六篇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大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啊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祈求你的宽恕。我们诚实地在你面前倾诉我们所有的过错，怜悯我们，将我们从魔鬼的邪恶计划中拯救出来。因你恒久不变的爱，你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本性，带领我们走上正义之路。当我的灵软弱时，请你扶持我，你听到了我的恳求，你接纳了我的祷告。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